相诉到地球，天涯若比邻。大家好，我是张龙君，欢迎大家来到网际网络应用第十讲课程，共同来认识社群网站。本讲次的课程目标有两项：第一，带各位了解社群网站的服务；第二，认识 Facebook 的操作界面与使用方式。以下将一一为同学说明社群网站。 社群网络服务主要是作为拥有相同兴趣的人建立线上群组。反举 Google 加、MySpace、b r o k e Twitter 与 Facebook 等，都是作为社群交流的网络应用。每个社群网站提供的焦点服务都不一样，使用者要选择什么样的社群网站来使用。 主要是由群体来决定自己的亲朋好友、遍布较多的社群网站，通常都会是常用使用的第一个顺位。今天我们会选择使用 Facebook 来进行教学的原因，则是这是最多人使用的社群网站，推出的功能也逐渐变多，互动性非常的高。当然，其他社群网站。 也有其相关的优点，有兴趣的使用者都可以去试看看，多使用试试。首先，我们来看 Facebook 的网站，可以在 Facebook 的页面上将它区分成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在 Facebook 页面的最上方，它是针对已经拥有 Facebook 使用身份的人登录使用的，而登录的资讯。 是根据已经注册 Facebook 账号的人，直接利用当初注册的账号密码直接登录即可使用。第二个区块是在整个页面的中间，是第一次使用时要注册的。新用户注册的时候，输入所需要的资讯，选择由信箱当做 Facebook 的登录账号，或是由手机。 号码来当做登录账号都可以。第三个区块则是在整个 Facebook 的最下缘的部分，它是在切换 Facebook 的界面语言。如果其他的语言可以让使用者用起来比较轻松使用的话，那可以从入口画面选择语言。登录之后，除了系统的文字会改变之外，整个 Facebook 的界面。 依然是一样的，因此不会有大太大的使用障碍。我们来看新用户注册的部分，输入所要的相关资讯，可以选择是由信箱或者是手机来当做注册的账号，都可以。注册完成之后，第一次完成需要做相关的验证，验证成功之后，画面。 将改变为引领的模式，使用者可以选择性的输入，或是开始寻找你使用 Facebook 的亲朋好友。如果暂时不更新内容，可直接按下继续换到下一页。起初的基础设定，使用者可以选择暂时不去修改它。往后这些初始教学的页面也不会再出现。 因此，本讲次将直接介绍正式的使用者界面，指导使用者去修改。我们接着来看相关的电脑操作画面。我们从 Chrome 的浏览器的网址列这边直接进入 triple w 点 facebook 点 com，就可以连接到 Facebook 的首页。如果各位对于 Facebook 的这个网址的长度太长，不容易记忆。那各位可以做一个缩子，你可以直接打 f b 点 c o m 也可以，你直接按 Enter，它也一样是帮你连到 Facebook 的首页。好，那我们来到 Facebook 的首页之后，我们可以看刚刚有介绍 Facebook 首页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比较深蓝色区域的这个部分，它这个部分最主要是针对。 你已经有 Facebook 注册账号的人已经有账号了，你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话来进行登录。请你直接输入电子邮件或电话，接下来再输入密码，我们就可以完成登录的动作。在首页的中间的区域是我们所谓的新注册的部分。那你如果没有 Facebook 账号的人，你可以在这个部分进行相关注册的动作。 这里有跟你讲，请你输入姓氏、名字、手机号码或电子邮件，还有你登录 Facebook 的时候你的密码为何？接着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跟你的性别。在 Facebook 的注册的部分，它会比较要求你的姓氏跟名字为真实的姓名。如果你随便取一个名字，它会提醒你你的姓名不正确，请你再重新命名。 而手机跟电子邮件的部分，就根据你的喜好自己做做择一选择，看你是喜欢用手机号码还是用电子邮件号码。那以以我们使用的习惯，我们尽量是使用电子邮件，因为它会直接寄一个认证的资料到你的电子邮件里面去。OK，那密码的部分，请各位设定一个诶、欸、比较安全性比较高的密码哦，因为最。 这一阵子常常听到有人的 Facebook 被盗用，所以密码部分请不要设定的太简单，例如零零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类似这样的密码。好，那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三个部分叫做语言的部分，就在我们这个画面的最下方，这里有中文括号台湾，有英文等等，还有日本语。我们可以尝试是看看，如果我压英文的这个选项。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整个就变成是英文的画面了。那这个是针对说，如果你针对中文的画面，你不习惯，你是外籍人士，你可以使用各国语言的方式去设定你的 Facebook 的首页的语言。那同样的，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所以我们还是切回到我们的中文的部分，会让我们在看起来的的可读性会比较高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Facebook 界面的介绍。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的图中可以看到很多区块，有些区块的数字是相同的，原因是相同的数字的区块功能性是一样的。Facebook 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反举看看别人的动态。所谓的动态就是 Facebook 好友发布贴文时。 会出现在你的主页信息，我们统称为动态。你也可以写写自己的心情，和朋友即时通讯，分享自己的照片或影片等，这都是 Facebook 的主要功能。接下来，我们透过电脑操作画面来让各位了解这些主要功能的用意。同样的，我们回到画面这边来。 刚刚有提到，在 Facebook 的首页的第一个区块是登录 Facebook，因此我们直接做登录的动作。你 key in 完之后的账号密码之后，你就直接压右边的这个登录按钮。登录按钮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整个 Facebook 进来之后。 你的页面的状况。好，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暂时收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整个画面的部分。这里左上角有一个 F，这个是 Facebook 的首页。这个 F 的首页跟这里中间中间偏右的这个首页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它的用意是在干嘛？它的用意是，如果我们在 Facebook 浏览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之后，可是我要怎么样快速的回到我的画面的最原始的开头的地方？我就可以直接按下首页，就可以直接回到最原始的地方。所以这个首页跟这一个手 F 按下去的位置是相同位置。接下来我们进到 Facebook 这社群网站，最主要就是我需要有朋友。 那我怎么样去搜寻相关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搜寻的部分，这个有个搜寻两个字的搜寻列这边，或者是右边这有个寻找朋友的地方，你可以键入你的朋友的相关的名字。假设我要找一个叫做 Angus，按下搜寻，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叫做 Angus 开头的人还蛮多的，哦，还蛮多的。那如果如果这一个是你的朋友的话，是你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在右边这边，大家有看到右右边这边有一个加朋友的一个按钮，你可以直接按加朋友，他就送出交友的邀请。那这样子，对方看到你提出交友邀请之后，他就可以去决定他要不要加入你这个好朋友。 好，那当然，你如果送住之后，你也可以觉得啊，我加错人了怎么办？哦，这个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 Angus，那怎么办？我可以直接把我的滑鼠游标移到刚刚的交友邀请你送出的这个按钮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跑出来这个简单的下拉式的视窗，这裡有一个所谓的取消邀请，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小心误点了相关的交友邀请，我们可以赶快把它取消。 赶快取消之后，他问你说你是要取消这个交友邀请，取消请求，我们压确定，他就取消请求了。这样子的话，对方也不会想说，诶，你这这个人是谁？为什么突然丢了一个交友邀请的讯息过来？好，这里可以做搜寻，这边寻找朋友，这边也可以去做相关的搜寻。好，而且这边有一些是会给你一些，我们可以看画面的右边。 寻找朋友部分，你可以去寻找人生不同阶段的朋友。假设我们的朋友都有设定说我是国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的学生，你就可以去针对这里有个大专院校，输入只要是国立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的学生的人，他就会帮你。 他就会帮你把跟国立台北商业大,大学相关的学生找出来，就对了。好，这个是搜寻朋友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首页，诶，同学一样可以压这个 F 或者是这个首页都可以。我们可以回到首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这里有一个 m e s s a g e r 是属于即时通讯聊天的部分。右上角这里有一个闪电的一个图案在上面。 这个也是做即时通讯的部分，在我们的诶、欸、电脑版的部分，这两个你可以去直接按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我们的聊天室。这个也是一样，就可以直接看到你聊天室的内容。但是如果你的是手机版的话，你的是手机版的话，这一个 Messenger 的聊天部分就必须要重新安装一个叫做 Messenger 的一个 App。 才可以去处理，好，它不能直接在 Facebook 的 App 上面去做聊天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画面，Facebook 画面的左手边，好，这边有所谓的探索，探索什么？探索社团，好，有时候我们会去针对，诶，我喜欢的社团去做相关加入的动作，或或者是说，诶，有一些粉丝专业，好像我们这次四大运。 呃，羽球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的新闻就是，像那个戴志颖，他的粉丝团，就因为他是有创建了一个粉丝团，那他也是多从事一些公益的活动，所以大家觉得他的粉丝专业非常的正面，所以光这一次四大运的的暗战的加入他这个粉丝专业的人，就突然暴增了十几十几万人。 哦，或者是说，诶、欸，有时候在 Facebook 上会开一些相关的活动出来，哦，那他会跟你讲说，可能在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会有相关的活动，哦，他活动开出来，你可以去按是否要参加。好，再来，我们可以再来看，就是中间的这一区域，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态的分享区域，相关的动态讯息，或者是你的朋友的动态讯息，都会分享在。 中间的这一区域，我现在在滑鼠滑了这个区域的部分，这是相关的都会做分享，在这个位置。那分享在这个位置，这是你跟你的朋友等等，或者是相关的社团粉粉丝专业都会在这里呈现出来。那如果说我想要看自己的个人动态的讯息呢，我可以去选择自己的名字、个人档案、自己名字这边，请你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 这一页里面就都是跟你个人的资料是有关系的，好，跟你个人资料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把画面往下移动，我们可以看右边的这一区，就是你个人的动态的部分，好，所以我可以打，假设我要抛一一个简单的动态出来，今天天气不错，我就可以。 选择说我要让这这个动态是给什么样的人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地方压入下拉式选单，大家可以看是公开，让所有的 Facebook 用户都看得到，或者是朋友，只有你的朋友看得到，或者是朋友除了谁以外，哦，有时候我们诶一堆朋友，但是我只想给这五个朋友看到，其他我不想给他看到，你就可以在这个朋友除了谁或者是特定的朋友。 里面做相关的设定，甚至有时候我们只是诶心里的不舒服，想要抱怨一下。但是抱怨归抱怨，我也不想让所有人、让任何人看到，我就可以只做、只限本人自己看开心的就对了。好，所以我可以公开，公开完之后呢，我就直接按发布，就已经把我的动态发布出去了。所以原则上，在 Facebook 上的人只要寻找到。 我的这个柯南这个名字，他就可以看到我的相关的动态。好，那我们一样在个人页面这边，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事情，就是在页面里面，这里有所谓的更换大头照，这个区域叫做更新封面相片。然后在个人页面这边有所谓的动态时报、关于朋友相片跟更多相关的功能。 都可以一一的去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建议各位，你注册完之后的账号，这一个大头照的照片，请各位放一个可辨识度较高的照片。说实在的，放一个柯南，可能大家不晓得他是谁，也不晓得他是我。好，你可以去做相关更新大头照的动作，你就可以去选说你到底要哪一张照片。好，假设我选了这一张。 觉得哎，他很适合我，对不对？就他，就代表是我我本人。那你可以去，哎，这个照片大小一样，我们选一个大一点的。好，我们选一个大一点的。好，大家会发现，哎，这个照片比原来它的大头照所要的位置比较大，所以我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看你觉得你是要这个区域的，还是要它们两个都有的？那两个都有，你可能要去调整它的照片。 下方这个可以去调整调整照片的大小，好，你说，诶，我想要把两个两个新一跟柯南两个都放进去的话，我就把照片移到最小，让它可以都摆进去，好，这是大家可以去去尝试的去调整，或者说只要新一，我就把它用大一点，把它移过来，这样就是单纯新一的照片。那假设我单纯新一的照片，之我压储存。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大头照就已经换成单纯新一的一个照片了，好就不会有刚刚柯南的照片是在新一刚刚的旁边。那同样的，这个更新封面的相片的部分，你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关羽的部分。关羽的部分呢，是为了要让大家在找你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所以在关羽的部分呢，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简单的去写一下你的工作地点、你的学历资料、你现在居住的城市在哪里、你的家乡背景等等的的个人资料。好，那相关的亲属的部分，哎，我个人的建议是，哎，因为各自的部分呢，哈，亲属的部分我是觉得能不要放就不要放，好，只要根据你自己的个人资料做一些更新。那当你都更新完之后， 别人如果说诶、欸、要找柯南他找不到他就可以根据诶、欸、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台北他的学历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当他这些条件都加上去之后他要找出正确的柯南就会比较容易一点。接下来朋友部分就是你登录你注册这个账号之后你总共有多少朋友好那我这边因为才刚建这个账号所以现在朋友只有两位好那你也可以像刚刚一样我去。 右上角寻找朋友，或者这边都有寻找朋友，你可以去找出你的朋友，然后寄相关的朋友交友的邀请给他，然后等他回复给你之后，这边就会蹦出好几个你的朋友出来。接下来就是相片的部分。相片的部分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相片的部分，就是针对你在使用 Facebook 的。 的历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照片，例如，哎，我如果说我前一阵子去韩国玩，那我韩国的照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做？哦，可以怎么做？那大家就可以看，这里有所谓的建立相簿。当我要建立相簿的时候，我可以去寻找我的相关的韩国照片。好，这裡有一个韩国的资料夹，我已经把从我的手机。 直接都把相关韩国的照片都搬到我的电脑里面来，然后放在这个韩国资料夹。是我在二零一七年零八一九八月十九号去的，好，那里面有相关的照片，那我就可以选择全选之后按开启。那按了开启之后，它就会帮我做上传的动作。它现在就在等候上传，在等候上传的同时，你可以对这个相簿的名称，因为我建立一个相簿嘛，对不对？ 我可以对这个相簿的名称，我可以给他一个名称。你如果不给他名称，说实在的，丢了这么多照片在上面，你也不晓得这个相簿在做些什么。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名称，他说韩国旅游。好，那说明呢，你可以简单的写一下是二零一七年零八一九年零八一九到二零一七年零八二五，假设哈是这样的一个时辰时间。 的时间去韩国旅游的那地点，你就可以去打说，哎，在哪些地点呢、啊？在哎，这一个哈就是韩国的首尔，对不对？你可以直接打这样的打卡的地点。然后当然你可以写说，你上传的是要高画质的还是一般的？大部分你如果没有点选的话，Facebook 上传的时候会让你的照片会把你的照片做一些压缩。 哦，会做一些压缩，所以整个画质来讲会比你原来手机或者是你的数位相相机拍下来会比较差一些些。哦，那你可以选择高画质的。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这个是针对整个相簿的部分去做一个相簿的总说明。那你可以针对整个照片，好，这些照片下面有，我有它下面有写说，请你写点有关这张照片的内容。 哦，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打说这里是这里是，哎，假设啊就 LED 彩灯类类似这样子，你就可以打一下这样的内容。结束之后，你就直接按发布。好，那同样的，你的这个项目，你可以要求说你要是公开的，还是给朋友看的，或者是给谁哈，就是隐私设定，你可以自己尝试着自己去。 去选择说你到底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好，那假设我们一样是要全部公开给大家看，那我就按发布。发布之后呢，它其实就开始做张贴的动作。好，那这些张贴原则上速度的快慢会根据你的网络的频宽，哦，还有就是你影片的大小，再來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点了一个高画质，那因为高画质的档案是最大的。 好，最大的，所以它整个传输的速速度就会相对的更慢一些。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个韩国旅游的这个相部已经建起来了。好，建起来就变成说，哎，你的朋友连到你的个人 Facebook 的页面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去看到你的整个相部里面，哎，根据你当初去韩国旅游的一些相片的分享，好，甚至，哎，我们在跟 同行旅游的友人，我要跟他分享一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做法就直接是把我们拍完的照片直接往 Facebook 的相簿里面去存放。那也不用说我还要拿了随身碟去拿给我的同行友人说：“哎、欸，这个照片扣给你。”好，不用这么麻烦，你只要直接上我的 Facebook 上面去找到我的韩国旅游的相簿，你就可以直接做下载了。好，那怎么下载？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点滑鼠右键，这有一个另存图档，你就可以把它存下来了。好、哦，你每而且这里你可以直接去做切换。好、哦，你只要假假设这张是你要的，你就滑鼠右键有个另存图档，你就可以去把它存下来。好、哦，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去分享，甚至你如果觉得哇这个好漂亮，你是你你是其他的朋友，你想要留言给他，你可以直接在留言这份部分打一个。 你可以直接打一个留言的内容，留留言给这一个柯南，让他知道说，诶、欸，这个不这个地方照片，诶、欸、拍的很漂亮、啊，或者是这里是哪里啦，好，可以去询问他说，你当初你们是怎么选到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的，等等的景点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发布出去了。那你发布完之后，我们大部分我们在看别人的文章，或是别人的留言，大家都可以看到这里。 那我们以留言的角度来看，好漂亮的地方，这个是，诶，可能是朋友留言下来的。大家有看到这有一个赞回复，然后刚刚的意思是这一篇留言才刚发布没多久，好、哦，所以会有个刚刚。那假设这个人回复了，你觉得很开心，很很觉得很舒服，你就可以直接按赞。好、哦，那按赞现在 Facebook 其实还蛮贴心的，诶，你要按。 认同或什么，他现在已经给你很多符号，你可以直接按一个匕首的大拇指的赞，或者是你觉得他非常的大心，就觉得反正就觉得很舒服就对了哈。或者是一些，诶，有些人想说赞不能表示我想要要要表达的东西，就可能会希望你用个哈哈啦，或者是哇，或者是呜呜，就是心情不是很好的一些图案。甚至有些人家的动态资讯贴上来之后，你会觉得。 这个动态资讯，真的里面讲东西会让你觉得很生气的，例如以前一阵子的新闻，不是都有常常说，哎，什么，哎，虐待小孩、虐待动物这一类的的新闻。说实在，这你看到这些新闻，你会觉得这个新闻抛出来可以让大家对于虐待动物这件事情更关心，但是你按赞，感觉上好像不太对，因为我不能去说明他虐待动物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我不能用赞的方式来表示，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怒，就跟你讲说：，哎，我对这一篇这个虐待动物的这个新闻主角，我觉得真的很生气，他不应该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按怒的方式。那当然不是说我这张照片不好了哈。那你改完，你如果觉得哎、欸、怒按下去不对了，你可以再移到这个怒的上方，你可以再重新修改你按按的表情符号，你可以去做调整就对了。 这些就是我们根据个人网页所做的一些相关介绍。今天关于第十讲社群网站的说明就到这里。为了让同学了解是否有学到今天的重点，我们将进行课后评量的单元。先来看看接下来的示威题。第一题。 在社群网站 Facebook 注册时，一定要使用手机才可以注册。第二题，在脸书里发布的动态讯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好，我们来看第一题的示威题。 在社群网站 Facebook 注册时，一定要用手机才可以注册，答案是错的，也可以使用 email 方式进行注册。第二题，在脸书里发布的动态讯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答案是错的。我们可以去设定相关的隐私设定，让你的动态讯息是要给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还是朋友等等的人，你可以进行相关设定。 今天的课程讲解到此，希望同学都了解今天的内容，再配合教科书与函授的学习，相信同学会更清楚了解。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回见。